Hello, welcome back to Fire Official。今日就我哋玩上铁路嘅第20集炮台山站。咁我哋而家事不宜迟，我哋落去我哋铜锣湾北站。下一站炮台山，乘客可以转乘观塘线或港岛线往大澳沿途各站。下一站炮台山，乘客可以换乘观塘线或港岛线前往大澳沿途各站。Next station Fortress Hill.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Kwantung Line, an island line towards Tai O. 好啦，咁我哋就嚟到炮台山站啦。咩炮台山站咧，就非常之大改变。首先，佢变咗一个将军澳线嘅转乘站；第二个就系同港岛线互换咗路轨。咁呢一层应该系最顶嗰一层。但是这个 最顶月台的层呢，我们就下去看了最底的层，由下讲到上的。那呢，这里就没有直接的电梯下去，所以你每下一层都要经过一个月台。好啦，那我们就来到这个观塘线的月台。那呢，观塘线呢就六号月台呢就去六号月台就去中环南和赤柱的，咁佢经过炮台山大坑，即系就分开去跑马地中环南，或者黄泥涌乡岛道南湾、春坎角同埋赤柱。咁隔篱呢度就系翻去康城啦，睇先。啊，我仲未改观塘市只颜色嗰个彩泽，我哋下次见面咧就会喺观塘市呢度出发嘅。咁就我哋而家上翻去一层啦，跟住呢度就系、是，喺度就落五号、六号月台啦，跟住呢一个就系去四号同埋一号月台啦。咁四号月台就系将军澳线翻天马嘅，咁一号月台咧就系、是、去东龙洲同埋宋江，啲鱼江嘅变咗鱼江，边个整嘅？边个整嘅？比较嗱，呢、這个炮台山咧就设佢个墙嘅设计咧就模仿咗现实嗰个啦，即系现实嗰个港岛线啲设计，通常佢都系弯形嘅，咁啊而家就变咗咁样啦。我咧有个控制中心啦，玩咪咩啊？玩门。好啦，跟住我哋仲有一层，咁喺度有几条电梯都系参考咗现实炮台山站嗰个设计，跟住呢度后面仲有条回旋型楼梯啦。咁我哋试下行呢度，非常之暗。好啦，跟住呢层咧就系、是、三号月台，即系我哋啱啱嚟嗰一层啊。三号月台咧就去宝林同埋科技大学嗰边啦。咁咧二号月台咧就系、是、翻去大屿山嘅大澳。好啦，咁就大致上系咁样啦。跟住呢度哇，跟住咧大致上就咁样啦。而家我哋就上去炮台山站嘅大堂啦。首先呢度有 free WiFi 3000 power by Tuco 话你咁有钱啊！好啦，跟住咧就有部 lift 去唔同嘅月台啦，同埋呢个回旋型嘅楼梯，我哋啱啱都行咗嘅。咁呢个咧上大堂就有两部电梯啦，呢个咧就是三型嘅，后面就系双型啦，咁啊冇楼梯嘅。好啦，咁呢度全部都系出。好啦，咁跟住呢度咧就色彩缤纷去1、2、3、4、5、6啦。喺呢个东龙洲同埋宋江，嗱呢块牌一睇就知道我打，下面嗰个鱼缸就唔系我打嘅，黄大澳啦、科技大学啦、天马、康城、
同埋中環南或者赤柱。好啦，搞掂。OK， 我哋出閘睇啦。閘內有冇商店咧？係冇嘅，係啦。好啦，咁就呢度就係客務中心啦，廣東式設計。跟住呢度就有好多唔同嘅形形色色小店。咁啊，炮台山現實中就淨係得唔係有咁多，好似得三間定四間啦。咁而家三間嘅其實係咪五間、六間、六間六間？對唔住，對唔住，冇錯，因為有六間嘅現實就。咁咧有好多地方都經過咗擴建啊，所以咧就多咗一條商店街喺度。咁我哋陣間逐一去睇睇啦。首先呢一個就係香城模型 KX 集團旗下，係啦。跟住呢個係輝啊嚇輝 T 日 Pizza 炮台山分店，擺 Coco 操中了啊！你都幾識嘅喎，輝 T 日 Pizza 呢個咧配料自己揀。Pizza 六寸10元，八寸12元，十寸16元，咁平啊陰公，蝕錢啊而家做蝕本生意，呢個係咩啊 ？Bomb 媽媽 Bakery 乜都冇執笠。呢度咧就係、是、阿里旅遊 Elite Travel Fortress Hill FFV Station Shop 啦，擺三 ASB 集團旗下，我知放鬆旅遊公司贊助。咁嚟到呢度咧，就係周提周，請注意。還有更多旅行團，請查詢員工去我哋嘅網站搞掂。廣州三天團100元一位，北京四日團999，哇，相差咁大嘅。咩員工費日嚇？我幾時做咗員工啊？唔睇啦，即刻。呢個係乜嘢啊？呢個係 Lotion XJV 呢便利店 FFV 管轄。哇，有自動門喎，咁爽嘅。你買啲乜嘢先？有海帶。有 Apple Pie， 有咁多曲奇餅嘅，有哇有得買即食麵添喎，睇先有飯買，哇你個便利店都幾正嘅，咩啊？苦力花，本店獨有，得啦，本店獨有係嘛，唔使諗咁多啦。準備我呢一個安委會嘅牌俾600星。好嘅，嚟到呢個咧就係輝日 Close Shop 輝日西裝店炮台山站店。呢个系咩玩法？吓呢个唔睇得喎，呢个非礼勿视啊！咦，有粉红色同埋绿色底裤卖噶？喺隔篱呢度真系，哦，原来系买鞋呢个，跟住咧金额无限。错啦，20星。睇就睇完啦，跟住就嚟到睇出口嘅部分啦。咁喺炮台山咧，现实就得两个出口嘅啫。跟住后来我哋喺 FFV 就加咗两个嘅。先睇下 A 出口先啦 ，A 出口就呢度嘅游街。好啦，我哋睇又嚟睇广告嘅时间啦。Sub Turtle Gaming， Subscribe to Oka to Hero by， 只有57订阅 ，Only have 57 sub。城市银行 BOCI， 香港集团正式宣布改为 KH Group。好啦，咁呢度出面就系英皇道，后面有条游街啦。好，另外呢度咧，十辉日 official 唔睇得 ，like Apple Pen 辉日 official JVD Gaming 系要拉埋一齐讲嘅，你真系阴毒。对唔住，我讲多咗。订阅天雪白狼就可以看到平时拍 FFV 嘅互动咯。环铁开放以嚟，虽然遇到不少的问题，但大家都有尽力改善，全都因为唐总襟陈总，多谢你们，应该是天雪白狼写的。FFV 为各位市民提供服务，吓唔系环铁是你出行的好选择咩？咩啊？唐总跟喂呀，唐总跟陈总在开发环铁一来，一直很用心服务，大家是最值得称赞的，最值得。天雪白狼最值得天雪白狼哦。好嘅，隔篱就系 B 出口去康泽花园啊。订阅老神，请订阅铁路迷糊频道 A 咩 ？Subscribe Coco Official，I need 150 sub JVD Gaming。睇先，我又你 kick 窒咗我。订阅天雪白狼呢度全部都系订阅嘅阴功。辉日 Wood 健康快餐 ，Delicious and Healthy。輝日 Wood 齊食健康美食 ，GSNC 20+。
TFS fans for sub， 黐线，辉啊，我喐唔到啊，你唔好再搞我得唔得 ？Subscribe 辉啊 official， 有人喺度拆紧啲广告牌，我迟早罚佢哋啦。Fitness Accurate Fortress Hill Station Underground Street。紅福堂木土雞茶非常好飲，啊多謝陳總最好，唐總最好，黐線。好啦，我哋做咩封電梯啊？威友你唔好玩啦，好唔好啊？跟住呢度有幾部嗰啲自動櫃員機啦。咁咧就有城市銀行 BOCI 啦，同埋銀行預留、智商銀行同埋港島銀行。咁咧，呢度就係 B 超康澤花園啦。咁咧出面就有個巴士站，你仲唔係好起啦？我唔知啱唔啱噶。307P619619X678690001680680A680B680P603A 8X19019P1020252A8X23811061211616。咁呢度咧就有條天橋咧，就去對面街嘅。咁咪落翻啦！嗱，呢個樓上就係康澤花園，小成講錯嘅點解？好啦，咁就跟住就係私厨啦，之後私厨咧就喺度嘅炮台山道咧，呢度就上山嘅 JLNLS Shop， 跟住呢個咧 JLEC 電梯有限公司最新型號升降機推出啦 ，JLEC 為你提供舒適的升降機服務。呢個係乜嘢啊 ？Tucor Y Series， 黐線，八達通出行實力，呢個咩 ？JLW 為你服務，這個、呢個咧，港島銀行最新鈔票現已發行，快啲去光顧紅福堂啦！呢、這個搞乜嘢呢個 ？Level Dead Two is a good game。港島首間炸雞店上線，有鄧家輝為你食雞，快啲放炸！銅鑼灣翻啦，三鐵路迷富頻道 ，Amen。按十 Coco， 十 Apple Pen，Hello Apple Pen，Dislike， 係我黃雞仔，鄧總萬歲 ，Subscribe Fire Official Book， 嚇咩叫書啊？喂呀，你唔好再玩啦你，我冇得睇原版廣告，呢、這個就係炮台山道啦。跟住就有原始路线往宝马山，出面有乜嘢啊？有新巴廿五、廿七、四十一 A 八五 P。其实呢度原来系一座山嚟，我都唔发觉添。云景道呢度系，咁我哋落翻嚟啦。新整嘅出口啦，呢、這个就系、是。我呢边有咩咧？天天精品店让你玩到癫，香港精品店欢迎各位光临。呢个乜嘢 ？GSM Y Plus GSM G 十六千，重量仅有唔知几多，183G啊！按十 Coco， 按十 LS， 辉日 Cold Shop Fortress Hill Station， 乜嘢啊？礼拜三同邪教召唤屈原，订阅 Blog 123 KNF， 十 to JVD 同埋天雪白浪，订阅老神，十 Apple Pay 唔要得，辉日 Pizza 全城最好食嘅 ，JLEC Elevator 唔系 Escalator 咩？电梯右后去我直，笑死！呢、這个系乜嘢 ？Also come to TGSAR 天哥 East 应该唔使睇咧。呢个系乜嘢？辉日赞助辉新送暖计划，为基层家庭送出 iPad and 电话。321炮台山北角见，唔系322咩？你搞错啦！热烈庆祝香港集团与大快乐合并，全新形象 KH Group 正式成立 ，GSN Cloud。Woolly Food 即將開幕 ，is April Fool。呢個係 GSN， 我唔想買，搞到。好啦，跟住就到咗呢個 D 出口去城市花園推訂嗰度。喂呀，唔好玩啦，搞乜嘢？呢度明明係車站商店。哎呀，搞咩？好，跟住呢度就有好多唔同嘅店啦。首先嚟一间就系香港精品店，跟住呢个系香城图书馆、炮台山分行、大快乐炮台山分店。喂呀，唔好再玩啦，好唔好啊？佢唔喺度啊，
这里的电视都是经过环节车站的电子安全指引才能放进来，非常安全。天天电视店总店，跟住隔篱就是辉日 Hotpot 城市花园分田辉新集团。辉日 sponsor， 我有 sponsor 过咩？呢个系咩啊 ？Peppa Pig 便利店有 FFV 第二十集纪念苹果汁，纪念苹果汁。FFV 纪念橙汁良心价$5，烧汁香味水，哇香水嚟啊！呢支 Apple Pen 啱嚟啊 ，GSN 手机，黐线，呢个系 DFC 外卖，卖书啊原来，单身图书馆，卖 F 特呢个系咩啊 ？Brandy 鸡肉薯仔店推定，喂啊唔好再玩都唔得啊，我够啦。好睇完，跟住咧就呢一间就系 FFC 推 FF 机 FY 机炸鸡店 Bioka Two， 睇下先，我们只做炸鸡，每只$2，哇咁抵，黐线！呢个咩啊？金星游戏机中心 Fitness Accurate by Bioka Two。好，跟住呢度就系 Fire Sponsor Lawson Bakery 十 Lawson and， 我想拆咗佢点算？辉新集肯定唔系你嘅，辉新集团。睇先，睇完，我记得就系红福堂咧，唔使谂啊，炮台三分店啊，呢、這个果然系一个独有啲嘅设计 ，A Man 八七六六嘅分店，這個、呢一个咧，呢个系善家，呢个咩82 by Oka Two Hero by， 跟住隔篱呢一度就系辉日 Bookshop 城市花园店，好啦，跟住呢度咧就系 D 出口啦 ，D 出口有好多嘢睇嘅，睇先，辉日 Hot Pot 和牛用 A 五神和牛啊。喂，散开，唔该。辉日 hot pot 黑毛猪全港之冠，辉日 hot pot 鸡同猪100 FFD， 银十 Coco， 唐总万岁。环铁副主席 JL， 环铁幻想铁路陪伴你成长。FFV 够啦，唔好再 send 嘢啦。环铁是你出行的好选择，哇，這个正啊，擦鞋擦到咁样都得嘅。呢个咧就系城市花园道啦，睇下有咩先。85/41AN118/110，系咪城市花园道啊？点解系电器道嘅变咗？唔理啦，我哋呢度落翻就有欢迎乘搭环铁啦。FYO is the best。Subscribe to JVD Game and subscribe Fire Official JLPO Note O 900。铅笔、子弹、structure board、路轨，好买完，咁就咁铜锣湾就嚟炮台山站咧，就咁样完成咗我哋嘅介绍啦。咁啊，希望各位观众可以中意啦。虽然个班职员今日唔知道发咩神经，喺赤山出嚟咁样砸烂晒啲嘢，唔知道做乜鬼嘢。咁我阵间会好好惩戒佢哋嘅。咁啊，下一集可能就见唔到佢哋噶啦。咁就呢集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可以俾 like 啦，继续 follow 呢一个系列啦。咁我哋。下一集介绍咧就系北角站，咁就两日之后见啦各位。今日就系周末彩FFV 卡牌游戏寻宝游戏嗰个彩票咧就喺条片下面。咁订阅啦、赞好啦、夹啦，都系呢三个字。加入 Facebook group 咧就喺下面条 link 度已经有噶啦。咁呢集嚟到呢度，我哋两日之后再见，拜拜。小李睇实验啦，再见。